不转了，转得很慢，因为很脏，没有上油，我要把它拆下来洗一洗。十几年都没拆下来，睡24小时。今天还第一次洗，刚才错过了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冲掉。成功，装好了，跟新的一样。现在去后面试试看会不会开。啊，后面没洗，后面好脏，后面我擦一下，哎，擦干净了，试试看。目前没事。哎，可以转，换另外一个方向。哎，可以修好了，会一直停，慢慢的清得干干净净的。OK， 我把那个东西擦一下，干干净净的，声音没那么大，也不会自己停下来这样子，之前太脏了，结果自己会一直停。澡缸也同时把它洗了一下，刷了过，干干净净。唯一要换的就是这个，这可能要换一个新的，有点恶心。